谢主持人辛苦的介绍。对，就是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自己。好，我刚忘了提醒大家，好像有很多人上台忘记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是来自哪里什么的，为什么会想来这边唱歌，什么都可以讲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以娜弹吉他。以娜在阿美族语里面是妈妈的意思，然后最近是母亲节这样，然后借由就是刚好啊，我们就刚好是因为可能最近是母亲节，然后我们就想哦，那不如我们就用这个名字当做我们的团名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是以娜的儿子，这是我妈妈，然后今天我们会带来三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。然后学一个乐器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，然后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依娜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迪奥，我是他的依娜。那今天是我弹吉他。好，我们第一首是要唱哪一首呢？等一下。刚上一位歌手他有说最后一首歌叫做跟夕阳有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首歌跟海洋有关，大家唱听听听猜猜看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。 OK， Let's go。猜出来了吗？悬着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，我的纸条看图纸走到了东海岸，有海洋的感觉吗？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清新，却所有的烦恼心情放得好轻松，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，鱼儿在太阳底下，好像初次可以拥有。选择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，我的纸条看图纸走到了东海岸，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清新，却所有的烦恼心情放得好轻松，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，依偎在碧海蓝天，悠悠自在的我好满足此刻。Oh
啊呜哦，啊呜 ，OK。啊，口嗨呀，一起唱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他就比较，然后我叫曾富仰文，然后我自己我是一个物理治疗师，我在医院当复健科的物理治疗师这样。然后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中风病人啊，中风病人他们伤到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有时候张力会很大。然后我就学到一个小 pebble 可以教大家，就是在大拇指这边不是有一个很大一块肉肌肉吗？通常我们在处理像中风病人这种张力比较高的，我们通常会按一些大的肌肉，所以像是手掌的话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今天他如果很高张，对不对？高张，我们可以先按他的大的肌肉，可能肩膀，可能手臂，但是手的部分呢，就是大拇指这个下面这边。当你压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会慢慢松开哦，松开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正常人，所以。可能在张力上面不会那么强，但是对于病人来说，他就会很需要，很需要，所以教大家哦。好，我是物理治疗师，然后我们再来下一首歌，好，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我听前面的人唱都蛮专业的，那没听到有人唱阿美族的歌，那我是阿美族，我想唱《日出东方》。巴西瓦利，巴西瓦利是阿美族的，向着东方。好 ，OK。
家。好，第三首歌，第三首歌。就我们很感谢那个田花春游每个礼拜三这个时候的常驻居家，就觉得大家很厉害，然后怎么会出现在这边，应该在更大的场合哦，就觉得说其实这个小舞台就是玩音乐，从小小的舞台，然后慢慢到越来越大，然后也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地方这样，然后很感谢田花春。然后我们再来第三首歌，叫做拥抱你的离去。前面的人都很会唱歌，真的今天有点好，来这边学习好。那这一首拥抱你的离去有一阵子很热，那现在好像有人听到人家在唱这首。
伤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不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拉拉地，还是想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歌曲，在你美丽的福音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多唱了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音域太广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耶、好听，来这边，好去点喝的，有没有来帮你？谢谢你们。